Welcome 大家晚安，欢迎收看今天的三立晚间新闻，我是张琼芳。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关键这一秒。感谢姑老的肯定啊，未来我会专程去拜访姑老啊，跟他浅意了解。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态度没有改变。党的及早布局这件事情，应该对党来讲，在后续的选举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工作。市长知道公投为什么会忘记了吗？怎么不过？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又怎么搞的？那公投为什么会忘记了吗？在台大对。为什么他不按照规矩行下？为什么要断送一个三十多岁当初头要创业的人？你说那个金钱，你不是金钱的问题，是命的问题。鸡排便当都不用起司了，太夸张了。应该说比较好，特别好吃，但是找到起司的话，有贵到。市长这一周就有一些就是感冒的情况，然后就是有一感冒情况加剧，然后会有不停咳嗽的状况，所以呢，我们就进医院来吊点滴，补充一下营养。好，新闻首先马上为您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在刚刚下午4点多左右，新北市树林大安路一处社区大楼传出有个国三的女同学坠楼的意外事件。那么当时呢，这附近的邻居是听到一声巨响，就看到女学生倒在社区中庭的花园里面。目前得知呢，女学生她的意识模糊，全身有多处骨折，紧急送往亚东医院来急救。我们稍后会持续带您来关注。好，另外再来看看这个画面，真的是惊险一瞬间。彰化有一个陈姓男子，他开着重达6.2吨的大货车，载着爸爸跟他的妻子外出，但是呢，到了便利商店才一下车哦，车子突然之间往前暴冲，这个驾驶当然很紧张，赶紧跳上车，但是踩刹车也没有用，眼看他的大货车就要冲到店家撞上客人了，驾驶只好将方向盘往左打到底，车子向左弯了90度，最后是撞上3辆机车，最后是撞上电线杆才停下来，监视器画面也拍下整个过程。监视器拍下顾客才刚刚走出超商，一旁车辆直冲过来，就在撞到大门之前，车子突然左转弯，一连撞上停在车格的3辆机车，最后越过马路撞上电杆，车才停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刚刚要动动不掉，走那个飞边去。原来是货车爆冲，刹车又失灵，情急之下，陈姓驾驶怕撞进超商，只好将方向盘向左打到底，让车子左转90度越过马路撞上电杆。就上车啊，然后踩着那个刹车啊，但没有效，然后就把它转到那个做那个电线杆，所以它比较没事。事发地点在彰化彰马路上，27号中午左右，陈姓男子开家中的货车，载着爸爸和妻子出门到超商买东西，谁知道刚刚下车，车子马上爆冲，先撞2辆轿车，之后又撞到3辆机车，还好人都没有受伤。他自己根据这个陈姓驾驶人的研判，他是说可能是因为车子比较老旧哦，可能是因为机械故障的关系。为何突然会爆冲？警方还要再调查。只是一共有5辆车受到波及，这修车费恐怕会不少。但原本货车会直冲进超商，好在驾驶反应快，让车辆急转弯，将伤害降到最低。三立新闻许淑伟、许嘉诚彰化报道。而另外一个最新消息带您来关心的是高雄市长陈菊，他因为重感冒的关系真的是蛮严重的，这次呢是咳嗽咳个不停，引发了支气管炎，好多天都没有改善，今天陈菊真的撑不下去了，住进了高雄医院打点滴，预计2天之后才能出院。最新情况连线记者黄家平，请说。正直播高雄市长陈菊因为重感冒身体不适，目前市政府也证实了他因为流感身体不适，在29号星期四已经住院来治疗。我们听听新闻局长的说法。其实之前市长这一周就有一些就是感冒的情况，那因为礼拜三上到台北去，然后参加活动的时候，然后可能又是受了一点风寒，所以整个症状有一些变严重的情况。那所以回来以后，我们就请他去医院来了解一下状况，然后就是有一感冒情况加剧，然后会有不停咳嗽的状况，所以呢，我们就进医院来吊点滴，补充一下营养，好增加抵抗力。那同时呢，也在医生的建议之下，我们也力劝他来留院静养。
其实市长在28号上台北出席小林村义卖记者会的时候，虽然当时候跟柯市长一起现身，不过他看起来已经是脸色苍白，相当的不舒服。29号回到高雄，原本要出席海洋产业研讨会的，结果因为流感重感冒，随即取消，由副市长许立明代为出席。当天傍晚就住院了，目前已经是第三天。市长目前的症状是以呼吸道的症状咳嗽为主，在医师诊疗之后，就帮他打点滴来恢复体力，而且团队呢是。团队为了要让市长能够多一点时间来静养，还投票力劝他要住院来休养。目前流感的情况已经好转，而且血压也正常，预计下个礼拜就能够出院。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吧。就交还彭丽主播。好，另外来看，台北市警方逮到了一个有毒品前科的惯窃，他专门呢就来挑台北地区的幼稚园这边来偷窃。目前得知呢，有将近20家幼稚园受害。好，最新的情况是如何？我们连线记者黄真如，请说。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年关将至，小偷也特别猖獗。画面中这一名有毒品前科的李姓男子，平常无所事事，是个无业游民，但是他的毒瘾非常大，但是又没有钱买毒，怎么办呢？他没事呢就会在路上勘察地形，到处寻找下手目标。他专挑大台北地区的幼稚园，我们来听听警方的说法。所以他在作案之前啊，都会窃取车牌啊，然后再挂在自己的这个摩托车上啊，沿路寻找作案的目标。然后趁深夜啊，四下无人之际啊，攀越这个幼儿园的门墙啊，进入这个办公处所，来行窃逃逸。李姓男子锁定目标之后，趁着下课时间，三更半夜就会翻墙进到幼稚园里面，撬开门窗，直接爬进去行窃。就像画面中一样，他就在办公室里面拿着手电筒到处找，到处翻，翻箱倒柜，尤其会针对比较值钱的电脑啊、电话等3C用品，得手的赃物全部都拿去买毒。他向警方坦诚了。至少目前为止呢，大台北地区他已经偷了将近20间幼稚园，至于得手的10几万也全部拿去买毒。以上就是现场情形，把时间还给彭内。好，不过幸好警方已经把这个小偷给逮到了。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扁家成员陈志忠，陈水扁的儿子，在最近呢，他在高雄的小港还有前镇选区已经挂起了拜年的看板，让大家很好奇说，哎，奇怪了，陈志忠是不是在为参选年底立委补选暖身呢？今天陈志忠出面受访，他并没有否认哦，而且呢，他的立委在跑脱的时候也说出前镇小港立委参选人陈志忠跟大家来敬酒这句话，当然很明显的透露了陈志忠要参选立法委员的意愿。那么外界也推测呢，就是因为先前陈前总统保外就医，扁迷的士气重新凝结，才会让陈志忠对于重新参选立法委员有信心。马路旁巨幅看板拱着手，陈志忠向大家拜早年，旁边写着平安喜乐、感恩祝福，让人好奇这看板到底有何用意。陈忠在他之前担任市议员的小港前镇选区悄悄挂上看板，似乎也在为他之后参选立委来吸引选民目光。咱这是一个心意啦，就是说每一年都会透过拜年吼来感恩乡亲，来谢谢大家。是不是要参选年底立委？陈志忠没有否认。个人脸书上，这句前镇小港立委参选人陈志忠跟大家敬酒，助理早透露参选意愿，这连服务处也已经找好地点。周末虽然铁门深锁，不过门口已经挂上陈志忠立委选举团队的布条。小港前镇，是弱势者比较多，劳工比较多，那我们自己是法律的专长，那也希望说透过专业的方式来照顾这些弱势。来服务我们劳工大众。陈志忠参选立委态势明显，外界推测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前总统陈水扁。阿扁前总统保外就医回家当天，支持者放鞭炮、爬电线杆，挤满扁家前整条大马路，扁民士气重新凝结，对陈志忠选立委是一大利多。上回立委选战失利，陈志忠低调深耕地方，这回又有阿扁前总统保外就医，支持者归队，加强气势。从路口挂起的看板看得出，陈志忠参选年底立委势在必行。三立新闻连冠智、陈昭谷高雄报道。好，再来要看到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他今天一整天是并没有公开行程的。不过我们来看哦，今天一大早他来到的地方是觉修宫，拜拜还愿之外，还关心冬令救济的活动。其实呢，柯文哲跟觉修宫的缘分从选前就开始了，这已经是他第3次来到觉修宫。那么甚至呢，当时柯文哲选前举办爱拥抱大游行的时候，觉修宫也不避讳的公开力挺。妙方透露，医生出身的柯文哲跟他们平常聊的话题最感兴趣。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妙方捐赠的救护车。应举吗？喂，
景出现在大同区的觉修宫，一整天没公开行程的台北市长柯文哲现身还愿，还跟着庙方提早发红包。来，叫白令，叫白令。边发红包边维持现场顺序，柯文哲和庙方的默契超好。因为早在去年还是医师的柯文哲决定参选台北市长，曾两度参拜，庙方也不避讳在选举期间公开支持。台北市改变成真，柯市长找空档再走一趟。今天是算这个。是府颁发的感谢状，就放在庙宇醒目位置。医师出身的柯文哲，每回来到觉修宫，话题总是离不开救护车。上面写的"救苦救难"四个字，这个柯市长对特别对这四个字有兴趣，他特别的关心，所以我就讲说，他这四年这个在台北市当市长的时候，我今天有特别讲，我们每年还是会捐赠一部救护车。仔细看公布栏的照片，曾来参拜的政治人物还不少，包括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而捐赠名单上也列出总统马英九。地方信仰中心不分蓝绿，连白色力量也得进神明三分。三立新闻主洪玉文台北采访报道。好，不过另外来看到柯文哲他的选举经费总花费现在引发了争议哦。那么外传出来，其实柯文哲现在对此呢相当的不满，因为比他预估的竟然是多了6000多万。本来呢他只预估说希望可以花到8000万，但是现在总支出呢就高达1亿4000万。今天上午姚丽敏也召开记者会，说其实呢最主要是花在宣传方面的支出哦，甚至呢在选前最后两个月就花到高达8585万。那么现在也传出说呢，在其中一个活动让柯文哲相当的不满，就是在选前的一个健走活动。那么当时呢本来是传出要请纪政来主办的，但是后来呢却是发包给活动部的副主任这位董姓幕僚，结果董姓幕僚呢又再请卡神杨慧如，因为杨慧如他自己本身开了一个公关公司，请杨慧如这边呢外包给他们来主办。到后来呢杨慧如却又发包给前议员候选人赵世强来办理，结果后来呢是比预期的还要多花了上百万。不过目前呢杨慧如他也公开了明细来反击，另外赵世强他也回应，他说账目很清楚，这被影射说他乱花钱，他觉得相当的遗憾。我们也带你来看，最后十几天嘛，二十天应该还有做广告的空间，结果没想到这一个广告的空间啊，就超过了，居然几千万。那柯文哲就感叹说，难怪选举非常花钱。选举好花钱，政治素人柯文哲第一次参选花了1亿4000多万，比原本预期的8000万超支6000多万。其中柯文哲最生气的一笔费用就是1122万人健走活动。柯批有发脾气，针对有一些的问题是事实，是因为他不喜欢一个工程层层发包。本来我们以为是纪政在办嘛，那纪政没有，结果是包到有一位议员的身上，然后又议员候选人嘛，赵世强先生啦，你刚刚讲的。承办的是曾参加民进党议员初选的赵世强，另外还有协办单位和纪念品承包厂商。之前卡神杨慧如被影射是政治蟑螂，难道另有其人？可是等到选后，今天报来一笔经费100多万，结果发觉是一个根本不是科办的人，然后居然跟活动有关，事前也不告诉我们跟他有关，我们就发觉是层层外包嘛。柯文哲知道是您来这个承接的吗？有一个董先生跟杨慧武他们来找我说，他们想办这个活动，那是不是用我的协会来做第一次记者会？事实上我并没有参加。时间回到11月22号的健走活动，赵世强表示活动成功有目共睹，科办也宣称没有什么政治蟑螂，最后100多万超支，柯文哲也没买单。不过选举前后11月、12月份还是花了8000多万，钱花到哪里去了？你有多久没听你的孩子说话？唯一一支竞选广告听孩子的话就花了1000多万，如果加上2561万的竞选补助款收入，只剩1000万可以捐，也让柯文哲感叹听了心脏快停掉。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昨天上午10点多，一辆小货车行驶在新北市新庄违规左转，那么旁边呢刚好有一辆直行而来的机车，为了要闪避这辆货车，重心不稳当场摔车，这名骑士呢连人带车的就冲进了货车底下，当场被碾过，没了生命迹象。后来死者的爸爸到警局做笔录，真的是相当的痛心，他不敢相信他的儿子正值青春年华，竟然是因为这辆违规的货车白白的断送生命。虽然骑士当时车速也是蛮快的，但是如果呢这名货车驾驶他不要违规左转，这一切或许就不会发生。看准没人跟他争斗，小货车一个转弯用力踩下油门，但没想到右方一台直行机车突然冲出来，直接往车底钻。放慢画面，当时机车车速飞快，不到10公尺的距离，骑士看到货车，但已经来不及，一个重心不稳，连人带车冲进车底，当场被碾毙。为什么他不按照规矩行下？为什么要断送一个30多岁刚出头要闯给他的？你说那个金钱，你不是金钱的问题，是命的问题。儿子命丧轮下，骑士的父亲又气又难过，路口监视器清楚看到货车被机车撞上时，整台车身左右摇晃，撞得有多用力，骑士也因此成为轮下亡魂。这里是新北市中环路和景德路交叉口，不仅车流量大，车速也很快。小货车驾驶所行驶的路段，其实路口可以清楚看到有一个禁止左转的标志，但他疑似为了抢快违规而酿成这起意外。其实65快速道路这个路口有交通号志禁止左右转，但仍有很多不守规矩的车主便宜行事违规转弯，就像这次肇事的小货车。两照东方都是绿灯啊。该路口有禁止左转的标志，你不要犯错，不要断送一个，就不会断送现在一个年轻人的生命。问题是这样，不是你错了还在讲说有没有看到。其实车速过快，刹车不及导致自摔，但如果不是小货车违规转弯又没礼让直行车，或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小货车得承担大部分责任，只是这一时贪快的后果是一条人命和一辈子的遗憾。三立新闻陈玉碧、谢维、新北市报道。好，来看到屏东这个国小老师哦，他在去年4月的时候，只是因为他觉得学生经过走廊声音太吵了，竟然是疑似对5个小学生施暴、抓头发，甚至呢是直接把学生撂倒在地，当场让学生吓到嚎啕大哭。后来家长非常的生气，告上法院，没想到老师竟然是反呛说，没关系，反正他都已经要退休了。我们来看看这个老师哦，他其实在明天2月1号，这名男老师真的是要正式的办理退休。他的教学资历有25年，而现在他可以一次领81万的退休金，或者是说分成一个月一个月的来领，月领2万多块的退休金。只不过呢，这样的一个老师，他的行为还是让家长觉得相当不服气。还不到下课时间，戴眼镜的男学生嘻嘻哈哈经过走廊，马上被老师叫住。他一脸疑惑，还搞不清楚老师是不是就在叫他。怒气冲冲的老师立刻冲出来，双手抓住他的头发，狠狠地用力一甩，男学生被撂倒在地，痛到无法起身。没多久，又有一名学生被老师逮到，老师紧抓着学生头发猛扯，拉进教室教训。学生吓到嚎啕大哭。这样出来，就一个礼拜，可惜啊，空位啊，这是没得上课了。遭指控打人的就是他，出面说明是学生在教室外走动太吵，无法上课才会动手打人。但一小时内对5名学生施暴，家长知道告上法院，老师却反呛，反正他要退休了。靠，讲安尼啦，我就讲吼，讲咱好啊，和解啦，甲囡仔手啊手啊碰一下安尼啊，迄也无什么啊。老师辩称当时只是开玩笑，只是这一名老师2月1号就要退休，以他25年资历，一次领回81万。选择月领还有2万多元，虽然因为施暴被教评会记一大过，但因为打人没涉及性侵、贪污、渎职，退休金应该不受影响。这不禁让家长感叹：这么嚣张的老师，还值得国家发给他退休金吗？三立新闻张晃明屏东报道。好，还要来关心的是高雄市长陈菊花妈最近是不是健康亮起红灯了呢？真的是生病了，而且住院了。市府在今天也正式的证实，陈菊目前是在高一住院疗养当中。市府也透露，陈菊先前就有重感冒，那么因为呢，在28号他到台北，当时是跟柯文哲同台帮忙来义卖小林村的滴桂，结果不慎哦又感染了风寒，病情加剧，29号才住院治疗，一度还并发了支气管炎。
言，也因此呢，包括在28号还有29号高雄灯会，以及要跟蔡英文出席研讨会的活动都已经取消了。不过就在刚刚，陈菊已经在脸书上向市民们报平安，短短一个多小时就有近3万人留言替陈菊加油。高雄市长陈菊一脸疲态，招牌卷卷法也没卸抖，右手还打着点滴，虚弱的市长花妈好忙，还在病房内滑平板看自己的脸书。原来他得了流感，咳嗽咳不停，并发支气管炎，住院疗养。高雄市感谢台北市的支持，谢谢柯市长。其实28号市长陈菊到台北帮忙义卖小林村的滴柜，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应邀一起出席记者会。当时候陈菊看起来脸色苍白，说话边讲边咳嗽。我说那个关于是，原来当时陈菊就已经重感冒，勉强撑完整场活动，下午还抱病参加民进党中常会，原定高雄灯会记者会忙不过来，改由副市长代打。28号回到高雄，隔天因为病情严重，取消要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出席的海洋产业研讨会，还有国际狮子会的拜会活动。傍晚病情加重，决定住院，到星期六已经是第三天。因为可能上台北，可能天气也比较冷，然后又加之这个舟车劳顿，所以他原本有一些感冒的状况就变得稍微严重了一点。因为过度操劳，加上到台北受风寒，市长陈菊咳嗽、喉咙痛、讲话很吃力，也有轻微的流鼻水和发烧症状，一度并发支气管炎。就怕爱护花妈的市民担心，陈菊还特地上脸书 po 文，表示状况改善很多，但是医师建议要多待几天，等待流感痊愈后再出院。谢谢大家关心，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才上传一个多小时，就有民众留言要市长加油，近3万民众来按赞。目前市长陈菊病情稳定，预计下星期就能出院，继续为市政打拼。三立新闻邱尚阳、黄嘉平 SNG 小组高雄报道。另外还要来看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他们在北市府的内部公文竟然外流了，而且呢，就是这份公文这一两天在网络上面疯狂流传。但是哦，除了让大家看到柯文哲他独特的这个批公文的方法之外呢，现在问题是说到底公文是怎么外流的？台北市政府下令要彻查到底是谁泄密，因为这已经违反了刑法上的渎职罪，可能最重哦可以处到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么今天上午呢，柯文哲对于这个事情他并没有多做回应，他只说了4个字，说到底是怎么搞的哦。只不过我们来看看呢，这份文件其实是回复富邦 BOT 案文创公司的文件，所以现在呢也研判说可能是由文化局这边流出的公文。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大概会经过的局处有文化局、秘书处、市长室、文化局，然后再归档。文化局目前表示说已经交由政风室在调查当中。那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除了倪崇华经手之外，还有北市府的秘书长苏立琼，他也有盖章。也就是说呢，这份公文呢，应该是不到10人经手。所以到底是谁外流的？现在北市府还在彻查当中。市长，知道公文为什么会外泄了吗？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市府内部公文竟然在网络上疯狂转传，台北市长柯文哲淡定不回应，悄悄展开抓鬼行动。问题就在这张柯文哲批示过的公文，写到7万元之差异，写一堆公文，几十亿的问题不处理，处理这种事情自己搞定，不要惹我生气。最上面一行是赴台北文创公司，从左边两个章看得出来，正副秘书长苏立琼、李文英已经经手过。松山文创园区的内容，可能并不如大家期待的哈，会有。等一下不会有火爆的场面。巧的是30号文化局长林崇华才率队跟台北文创公司协商富邦松烟 BOT 案，晚上就流出这一纸公文，内鬼指向文化局，从文化局员工经手股长、科长、局长，再转到秘书处，上呈给市长。根据规定，公务员违反保密义务，行政惩戒、民事赔偿责任躲不过，也触犯刑法渎职罪，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文化局也已经由政风室展开调查。公文的流程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哪个局处，然后到副本部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那还是先从这个相关经手的人员去了解，说可能在哪个环节，可能有拍照片的状况。谈判中的 BOT 案公文被昭告天下，柯市府立即查办，要揪出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执法办法，以免后患无穷。三立新闻李正道、李品 SNG 小组台北报道。
好，不过其实呢，这份公文现在也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因为内容写得实在很白话，包括柯文哲呢，在最后就直接落狠话说，我自己搞定，不要惹我生气。国文老师就表示说，当然呢，你写白话文大家很好懂，但是不要惹我生气这种情绪性的字眼用在公文上还真的是蛮少见的。那还有另外一点引发讨论的，就是说柯文哲他的字迹确实是写得非常的潦草，字没有很好看哦，连大人都看不太懂，包括这个几十亿的几，很多人看成九十亿。另外呢，不处理，很多人说看起来很像了解的了哦，这个了字。所以呢，很多人就说怎么看不太懂柯文哲写的字，小朋友也是看得不飒飒。九十亿的问题，不，那个字是不，不外班。你知道它上面写什么吗？可以帮我念出来吗？看不懂。七。然后呢？眉头深锁，只念了一个字就跑掉。小朋友不是满头问号，就是念到一半卡住。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垮龙宝？原来是这份公文上面还有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印章，短短36个字，柯文哲写的潦草，尤其是这个字，好像了又好像。三，要惹我生气。其实他那个是不。哦，不哦。不仅连大人都看不太懂，小朋友写完都笑了，字好比市长还要工整。柯文哲批公文很有自己的风格，姑且不论字好不好看，公文批得这么白话，老师您说可以吗？整个公文的白话话其实是很好的，可是要平等，情绪化的文字不要放在公文里。看起来他真的很容易生气，他不是嘴巴讲容易生气，他连在写批公文都是写不要惹我生气。我想一个首长自尊这样子批下去，可能上面批两个字，下面会有地震的感觉。柯文哲嗡嗡嗡上攻，讲求的就是效率，没想到公文外泄，字好不好看也成为话题。三立新闻文昌庄妮轩台北报道。好，另外一个新闻焦点，我们要来看看民进党内部现在是出现了新的两个太阳呢。两个太阳是谁？一个就是蔡英文，另外一位就是人气也非常高的台南市长赖清德。我们要来看的是哦，针对2016的总统大选，民进党现在说总统初选他们的提名时程比过往提早了一个月，所以现在呢，可能就是说下个月2月的时候就要来进行了。那么被外界质疑说，是不是有可能是党主席蔡英文为自己量身打造，排除竞争者刻意制造同额竞选呢？不过就在昨天，前总统府资政辜宽敏他语出惊人，表示说他觉得说小英不要再选了，因为已经连选两次都失败，他保证这次赖清德一定会出来领表。那今天赖清德也被媒体问到这个问题，他表情其实一开始蛮尴尬的。另外我们来看到蔡英文，他也被问到了，今天蔡英文面无表情说他不愿意评论，甚至呢还笑笑的告诉旁人说这不是这个礼拜要讨论的问题，要先把立委补选之后再来说。导师赖清德呢，他一开始是说对于不领表的态度他不会改变，但似乎还是话中有话，他说民主贵在多元。立刻转头离开。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虽然说选后再说，不过总统提名初选紧接着就要展开，前总统府资政辜宽敏语出惊人，表示他保证赖清德一定会出来。蔡英文面对记者询问表情超淡定，勉强挤出微笑。这件事情哦，我们也不做评论了。你要问我说是不是支持小英主席选总统吗？对这个不是这个礼拜的话题。笑笑间接下达封口令，一整天下来，不管记者怎么问，答案都一样。毕竟初选时程提早，怕被说球员兼裁判；晚了又怕夜长梦多。台南市长赖清德挟着高人气，难保不会在2016初选成为竞争对手。日前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这个态度没有改变，强调不会领表。不过党主席蔡英文被质疑为自己量身打造布局同额竞选，赖清德话讲得酸，民主贵在多元。民主贵在多元啊，如果有良性的竞争不但有助于党的进步，其实也能够帮助党的团结。难道现在同额竞选破坏了党的团结？蔡英文和赖清德都没说，就怕已经暗自埋下了两人心结。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好，台湾南部最近爆发了禽流感的疫情，那么豪大鸡排这家店哦，他们表示说，就是因为这个鸡肉短缺的关系，所以他们决定还是要来涨价，现在一块鸡排要卖到70块钱台币。但是呢，问题是查了一下，原物料其实是降价的，所以民众认为说涨到70块是并不合理，纷纷表示要拒买。但是来到摊子前面，今天还是一大堆人在排队买豪大鸡排，原来都是观光客，特别是陆客很喜欢吃。我们来看一下豪大鸡排它的价钱哦，在国外平均是1块90块钱到100块钱台币，所以即便呢在台湾现在涨到了70块，他们还是觉得很便宜。只不过我们来看到呢，豪大鸡排在台湾的价钱，2005年到现在2015年，10年来从40块钱涨到70块钱。很多的台湾民众认为说，这不合理的原因是，以目前台湾的消费水平来说，可能买一个鸡排便当就要70块。油锅里炸的金黄，号称大 size 的豪大鸡排，确定要涨到70元。夜市美食不再亲民价，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因为它很薄啊，它不是就是把一般鸡排打得很扁吗？鸡排便当都不用70吧？再涨10块钱，我就会不会选择常常来吃了。对啊，我觉得60块已经是一个极限的啦。民众大喊吃不消，公平会介入协商，找来国内市占率20%的供应商补工和大成长城，鸡胸肉、骨腿肉每公斤降5元，降幅至少6%。但豪大鸡排还是坚持涨定。各方面的成本都增加了，不单一是一个鸡肉的关系。除非鸡肉价能控制每公斤80元以下，才不排除降价5元。但10年前一块鸡排50元有找，接着几乎每隔2年涨5元，去年来到60元，今年一口气就涨10元。再贵摊子前排队人潮不减，可注意看，多半都是观光客，因为一开口。好吃的东西 OK 啦，不会讲太贵的，可能对台湾人来说会贵啦，可是对我还好吧。这位新加坡游客不怕贵，比较当地物价，豪大鸡排卖90到100元，台湾还便宜30元。当然要光顾，可业者调降价格赚光光财，却让台湾人越来越吃不起这台湾味。三立新闻吴文成、尤凯如台北采访报道。小安兄，你平板电脑插队不成，竟然是开着休旅车要冲撞店家吗？发生在昨天下午新竹市的竹联街上，这名男子他开着车两度要冲撞店面，当时店里面还有一个妇人跟小孩，吓得惊慌失措，相当危险。幸好呢，他开着休旅车被店门口的机车给挡下来，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只不过呢，这名男子下车之后，他还不断的在骂三字经，甚至是动手去推店员，让店员吓得赶紧报案。来的修理车突然撞上店门口的机车，一开始大家以为只是驾驶不小心转头继续聊天，但一分钟后这台车又出现了，先是在前方稍微停了一下，接着突然加速。店员满头雾水，里面的小孩和妇人也吓得不知所措，这时驾驶一边骂着三字经一边走下车。骂完发泄完，索性上车离开。只是看看他，又是动手推人，又是出言恐吓，到底为了什么事情这么生气？时间回到10分钟前。年轻女子上门想要修理平板电脑，嗲声嗲气，不管怎么撸就是不能插队。离开后和男朋友抱怨，男朋友疑似为了出头才会开车冲撞店家。很离谱，因为先来后到，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快速维修，但是因为有时候件真的太多，我不可能一直让人家插队啊。对于驾驶的夸张行径，店家已经报案，只是因为想插队插不成，用出这种激烈手段，若是撞坏店撞伤人，要赔的可能比修理平板的钱多上几倍以上，根本得不偿失。三立新闻张浩毅新竹报道。
好，最新的意外消息，我们带您来关注桃园市八德区，今天下午在进行自来水管线送气测试的时候，疑似是压力太大，一条大水管突然之间爆炸，挖土机翻覆压到工人，导致有三人受伤。最新的情况，我们连线记者彭富阳，请说。是的，主播，透过现场的最新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挖土机是整个翻了90度，倒在民宅旁边，民宅大半边还被削了一大块，遮雨棚全部粉碎。强大的爆炸力道呢，也让地面被炸出一条长长的鸿沟，连50公尺外的车辆呢，也都被土石喷溅了。口径1.35公尺的大水管也都被炸碎，画面是触目惊心。而这起意外呢，也波及了3名的挖土工人，其中一名56岁的无姓男子被强大力量震翻，压在挖土机下，救出时呢，胸口已经塌陷。没有了生命迹象，而另外2名郭姓及宋姓的工人只有眼睛和后脑勺被土石砸中，受到轻伤。但是呢，巨大的爆炸声响让附近居民全都吓坏了，以为是高雄气爆重演。而目前呢，锦霄和自来水公司也正在厘清管线的爆裂原因，将要厘清相关责任。以上现场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好，另外来看呢，台中市民如果半夜到消防队看到大门深锁，值班人员甚至呢是直接在睡觉，大家不要太讶异。其实呢，是因为上一回桃园发生了大火意外，夺走了6名消防人员的性命，所以现在呢，台中市这边也引以为戒。消防局跟市长林佳龙开会决议，考量到消防人员的人力跟体力，所以呢，从明天开始要选择有19个分队试办深夜值宿，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凌晨6点，只需要一位同仁值班。消防人员呢，为了要节省体力，所以可以关上大门，值班人员也可以直接在值班台睡觉。电话响了再接起来接听就好。新政策下达，很多的消防弟兄大声叫好，但是也有民众很担心说，如果消防人员未来睡太熟，那报案听不到怎么办呢？马上过去哈。好，消防队员救灾救难一通电话，使命必达。但从2月1号开始，晚间10点过后，民众到消防队报案，发现大门深锁，值班人员在睡觉，不要太过惊讶。为了让消防队员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值班人员可以在躺椅或是在值班桌上睡觉，直到电话声响再起来接听就好。东三分队的值班长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有民众担心消防人员睡太熟，听到电话声响该怎么办？因为你假如说太累睡着了啦，就是你没办法接电话的话，人家求救的话怎么求救？只有一个人而已啊。如果真的很多电话的话，这样就没办法，来不及接。我觉得要轮班，还是要轮班，还要轮班。电话声我们都是开到最大声，那还有我们这一台派遣电脑喇叭也是开到最大声，万一有案件有民众打电话进来的话，我们都会听得到。桃园保龄球馆大火夺走6名消防员生命，台中市消防局考虑人力与体力试办深夜值宿，晚间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原本2到4人值班缩减成1人，弹指勤工四平等19个分队先行试办，为期3个月。他们执勤的时间往往过长，好，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晚上他有4个人是一组，好，所以一个就是值班，其他3个值宿，好，就是可以比较长时间的休息。台中市府体恤打火弟兄，未来深夜路过消防队，看到门没开，值班台消防员还公然梦周公，要知道这是正在推行的新政策。三立新闻陈炳豪、陈木章台中采访报道。好，接下来要带您来看哦，以后每一个人买房子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要小心哦。新北市新店社区有居民出面控诉说，他们30年前买的这个社区，建商打出说免费使用公社游泳池还有游戏区，通通都是居民们可以享受的。但没有想到呢，去年竟然是把公社给转手卖给另外的建商，游泳池一系被拆光，那么居民们什么都得不到啊，钱都是建商在赚。未来这个地方会盖成地上7层楼的小豪宅，获利超过10亿元。而当初呢，这里住的民众他们的合约并没有详细记录下来游泳池是公社，所以呢也让居民们痛批说，建商是不是早就预谋大钻漏洞转卖公社来牟利。我们带您独家来看。还我公社，抗议建商，还我公社，拉起
弃白布条抗议，居民既愤怒又无奈，眼前的公社游泳池变成断垣残壁，只剩下一堆废土石。30年前建商打出社区附有公社游泳池以及游戏区，没想到建商把公社卖掉要盖新大楼牟利，没有开公听会，没有做什么遴损，就把我们就拆，这游泳池拆光了，拆光了以后造成所有的路基也损毁，然后房子也裂了，那我们要找谁？竟然一个政府不是为百姓，是为了建商，为了财团，那我们算什么？过了20几年，他告这个说卖掉了，游泳池拆掉了，这是他们的，我们真的是受骗。原本宽敞的娱乐中心里头有两个长50公尺的游泳池，一系被拆光。从制高点来看，占地不小，建地大约是775坪。原建商卖掉公社，打算建成地上7楼小豪宅，总共盖90户，一户30坪，获利超过8亿元。不止游泳池，就连前方的大楼，建商卖出9000万。你说他盖了7层的大楼，90户，那一户呢？如果是有30万，那将近都是数10亿以上的获利。合约没有讲。可是我当时跟他买说，这个以后会交给你们去管理。向建商求证，但假日无人接听。当初合约没有将公社列为居民财产，民众受骗求助无门。三立林祥泽、潘兆文台北采访报道。好，又到年底了，那么立法委员的财产申报表也出来了，谁是立法委员最有钱的，还有谁是立院的帝王呢？答案揭晓。最新的财产申报，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他的名下土地多达200笔，相较于上一回申报，短短一年呢又买进了57笔的土地哦，上一次是143笔，现在已经暴增到200笔了，怎么会这么多？张庆忠说，其实他买的并不是大面积的，他说呢，他总共买了这个70-80坪，只花不到2000万。原来呢，这些地都是跟朋友买的，算是囤地投资。张庆忠说，他买土地买出心得，专门喜欢买这种小小一块，大概1坪不到，所以才可以暴增到200笔。概念就类似投资股票的零股，价钱比整块买便宜。而未来土地变更，他也可以享有优先权。他还说，我自己不有钱，所以只能靠这种方法来勤俭持家。但是拥有200笔的土地，真的已经是堪称立院帝王。那这个鞋跟都坏掉了，我还是在穿啊。鞋跟坏了都在穿，强调省得不得了。国民党立委张庆忠可是立院大富豪。最新财产申报多达16页，光是名下土地就有200笔，相较上回申报，一年内暴增57笔。由他继承祖先的。这个遗产，他认为的1坪2坪啊，他放在身边没有用，所以他就问说要不要买，我说好不好。57笔土地通通掏钱买，中和圆通路口就有一块。棚种菜，附近杂草丛生，看来不起眼。但张庆忠说，一旦都市重化，潜力无限。57笔地以三峡数量最多，其次是淡水八里渡船头以及中和国道段，加一加大约70-80坪，不到2000万买到手。因为大部分都是十分地。那你十分的将来依照土地法要处理的时候啊，更有人有优先权啊，慢慢说把那个里的储越来越多啊，才有机会主导这块地。我们就是啊，小本经济，勤俭持家。立院帝王自称勤俭持家，不止买地。你讲迄个旅馆，是安怎？讲到你一定较轻松吗？还被称为中和摩铁王，身价超过12亿，投资理财一把照，经营副业似乎比本业更内行。三立新闻赖新俊、范新宇台北采报道。好，还真的是投资理财一把照哦。看来很多的立法委员都是投资高手，不止在台湾本地买土地来投资，海外置产现在也非常的夯。我们来看监察院最新公布的廉政专刊当中，立委李鸿钧他可以说是在日本东京买房的一个高手。李鸿钧去年3月在东京大手笔砸了2000多万，买下了21坪多的房子。李鸿钧自己说，虽然是为了他的小孩将来要在日本念大学打算，但是房仲也帮他算了一下。房仲预估光是这间房只租不卖，每个月的租金就可以有10万块钱的收入，他现在的投报率已经超过5%。金普聪访日，坐在一旁的就是李鸿钧，还有这张照片，
一群立委跟着王院长日本行，李鸿钧站在日本官员旁合照。原来李鸿钧身兼台日交流联谊会会长，往返日本频繁，甚至出手当地买房。どうぞこちらお住みください。去年三月大手笔趁着日元贬在东京入手21坪左右房子，以台币2000多万买下，房仲预估每个月光租金收入至少10万入袋。日本自由住宅率很低，它的出租市场是相当的蓬勃，所以其实这几年来说的话，有很多他们想要赚租金投报的民众，他们会去把日本当作是一个首选。虽然李鸿钧是为了将来孩子要到日本念大学才到日本买房，但越来越多人看准国外买房。第一名最受台湾人喜爱的就是日本，投报率最高7%，接下来就是马来西亚，投报率也有5%到6%，接着英国和柬埔寨，后市也相当看好。是以投资报酬率来说的话，大概目前市场上面会比较倾向4%到5%以上的一个投资报酬率的国家。但房仲也提醒，国外买房有风险，不仅要注意汇差，对当地也要够了解，才能像委员一样赚笔投资财。三立新闻吴文成、尤凯如台北采访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最近接受了美国杂志的专访，他也提到了自己的殖民观。他说，一个国家被殖民越久，他认为是越进步开放。那么去年横扫台湾票房的电影《卡农》，时代背景同样是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不过呢，这部电影现在在日本上映之后，感动了很多的民众。所以为此呢，日本 NHK 的当家主播还亲自飞到台湾来专访这部电影的监制魏德胜导演，就是想要知道台湾人为什么历经殖民历史，心胸还可以如此的开阔。卡诺感动全台湾后，再感动全日本，探索卡诺精神。NHK 当家主播亲自到台湾专访魏德胜，台湾人如何看待殖民50年有血有泪的历史，让 NHK 主播很好奇。大多数的人都告诉他，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心の奥深さというのはどこから来てるの？可能也是因为台湾の歴史に理由があると思います。日本以外にオランダ、清朝、国民党と台湾の統治者は頻繁に変わってきました。不听易主的殖民历史造就了现在的台湾。时机巧合，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在受访时肯定殖民经验带来部分进步。歴史の中には良いこともあれば悪いこともあります。ただ悪いことだけを見ていても進歩はありません。正是历史的正反面，跨越之前必须先面对它，而电影似乎就是帮助观众面对的一种方式。不论是卡诺或是赛德克巴莱，優秀な民族は日本人だけで原住民族は二流だと考えていた警察官が彼らの誇りを踏みにじったことにありました。让魏德胜惊讶的是，殖民时代最血腥一页的武社事件跟感动人心的卡诺，两件事中间只差一年。原住民族、漢人、そして日本人、一緒にグランドに立っているこの写真、美しいと思いませんか？良い悪いの両方を受け入れた上で議論ができれば、それが力になってプラスの方向に踏み出せると私は信じています。不美化也不丑化，接受原原本本的过去，才能跨越伤痕。三立新闻找准道。另外再来看到，在北市府的交通汇报上，柯文哲他又神来一笔，突然抛出了心理学的论点，所谓的霍桑效应。那么柯文哲他也提到说，在台北市的十大肇事热点到底要如何来改善呢？柯文哲提出了这个心理学理论叫霍桑效应，他说这又称天竺鼠效应，也就是说呢，当有人在盯着你看的时候，你的行为会有很明显的改变，表现自然就会变好。也就是说呢，柯文哲希望可以把十大肇事热点直接上网来公开资讯，让全民一起监督。洛桑效应就是当你在观察的时候，它自动表现就变好了。对，我们在学术上也叫天竺鼠效应。北市府交通汇报上，市长柯文哲突然抛出心理学理论。因为天竺鼠做动物实验嘛，你一直在看看那只天竺鼠的表现，跟正常天竺鼠表现不太一样。因为他知道你在看他，他行为就不一样。
原来柯市长口中的天竺鼠效应是在说他因为受到额外的关注，因此造成行为的改变，只是怎么会天外飞来这一笔。其实柯文哲是在检讨，把十大肇事热点直接上网公布，让全民发挥监督，比起交通局官员想破头有效。我跟你保证一定掉下去，他就会提供那个很好意见给你，你敢想，连一想都不用想，那个网军自动帮你，他帮你做调查。欸、我现在打远雄也是这样，每天看，只要你每天在看网站节目就知道了，就知道他帮你。我在跟他协调，自动有提供弹药，你知道。柯文哲把霍桑理论扩大运用在改善交通和抗衡财团，只是网军效应真的这么大吗？有社会观察家质疑，单纯只是有人监看或检举，恐怕改善力量有限，究竟有没有用，只有实际试过才知道。陈雪做不到。好，再来看到，难道是公器私用吗？昨天报道，台中市东南区清洁队长遭人检举哦，上班开资源回收车跨区帮队员来搬家，被质疑公车私用。那么最后呢，只有被口头警告而已。而且现在又有人加码爆料了，控诉这名队长滥用职权，要队员上班时间到他家里来修水电。另外呢，还有很多的队员仗着有这个队长撑腰，就开车乱晃来虚报加班费。就连环保局的副局长侄女也在这个。单位上班同样有被点名混水摸鱼偷跑回家，对此这个队长一概否认，但是环保局已经要介入调查。下午三点上班时间，民众拍下画面控诉台中东南区清洁队长宋宝瑞滥用职权，要清洁队员骑车到他家修理水电，队员手上还拎着一个塑胶袋。下面音响3:17。说这影片还特别录下时间，证明没有作假。20分钟后，队长才走出家门，和队员在门口谈话，画面清清楚楚。记者求证，队长却暂时失忆。没有的习惯，没有这个事情呢。但爆料影片不止一个。下午1:40已经是上班时间，投诉者说这位环保局副局长侄女竟然才刚刚要从家里出发到清洁队打混摸鱼，实在夸张。还有队员跨区摸鱼，负责区域在东南区，却开车绕道乌日，趁机福报加班费。爆料民众拿出收证影片，要环保局严加调查，不要像上一回一样，队长被质疑把公务车私用，却只有口头警告。他都包庇他的员工都不用上班的，大家都要去考一下环保局。有市政，而且我们查证哦，那个队也是上班时间，队长把他叫去他家里面帮他修水电的话，那这个局里面一定是。环保局强调，有收证画面绝不护短，若有人涉及不法，都会送政风室调查。三十五将军杨张展志、林海泉台中报道。上山想要拍美景照，但是没有想到差点连命都没了。新北市有一个庄姓男子，先前载他的朋友到瑞芳山区拍片，疑似呢是因为路况不熟，没有看清楚标示，不小心就误闯了铁路便道，也被一辆载着100多名游客的平溪小火车当场撞上。他的厢型车被撞旋转90度，当场夹在火车跟民宅中间，被拖了5公尺。后来驾驶被救下来之后，心有余悸地表示，这条命真的是捡回来的。一台白色厢型车卡在火车和民宅中间，动弹不得，车头扭曲变形，挡风玻璃碎满地，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之强。巨大撞击声响让附近居民也全都吓坏。在工作，刚好在焊接嘛，然后听到怎么火车子撞到的声音。30号下午4点多，41岁的庄姓男子载着友人驾车到瑞芳山区取景拍片，却不小心误闯铁路便道，车头压在铁道上一大截，没想到时速30公里的火车刚好直冲而来，硬生撞上厢型车车头，旋转90度，车身和火车并排拖行长达5公尺之后才停了下来。实际来到事发现场，发现铁路便道旁的电线杆上清楚标示禁止行人行走，不过附近居民早就习惯性的违规穿越，而当时这名黄姓男子呢，就是因为不熟悉路况，加上视线不佳，才会呢不小心被火车硬生撞上。
小小铁路便道没有栅栏或警示灯号，二十公尺前的巷口处才有标示禁止车辆通行，但这条便道却是连接两地住宅的交通要道，当地居民开车穿越根本是家常便饭。不要闸门没关系，但是最好是有一个平交道的那标示跟灯号这样。屡屡传出车祸意外，居民也看不下去。虽然开车的庄姓男子只有受到轻伤，但却触犯公共危险罪，这回没警没拍成，反倒吃上官司。三天无节陈凤阳新北市采访报道。中国大陆河南洛阳有一个产妇，她的宝宝急着要出世，结果呢，我们来看到啊，当时呢全速往前冲，推着轮椅的医护人员没有发现，竟然新生儿已经诞生了，当场从轮椅上掉了出来，还被自己的脐带头下脚上倒挂着，最后不幸夭折。护士推着轮椅冲向产房，但来不及了，像小猫一样大的新生儿急着出生，就这么头下脚上掉了出来。刚推出病房，孩子就在轮椅上出生了，可是身边的医护人员并没有察觉到孩子，导致孩子被倒着悬挂在轮椅上拖行，走廊地板上一条长长血迹，让现场其他人都看傻了。这名怀孕七个月的孕妇元旦当天在家里就已经破水，送医后隔天上午她痛得大喊忍不住了，医生却坚持先做超音波，宝宝就在移动过程中在轮椅上出生，被自己的脐带倒吊着，直到有人大喊孩子掉地上了，护士才停住将孩子捡了起来。疑似遭到拖行十几公尺，体重只有1100克的早产女婴出生五小时就夭折，这起轮椅产子婴儿遭拖行的案件引发全中国关注。院方承认在处置过程当中有不当之处，患方提出赔偿20万元。家属不满院方处置有问题，提出超过台币100万赔偿金，但院方认为婴儿死因是先天畸形，并非遭到拖行，双方对簿公堂，寻求法律解决。三立新闻整整报。前台中市长胡志强卸任之后，他明天就要到媒体集团开始他的新工作。今天呢，胡志强把最后一场站台活动献给了萧嘉琪，只不过呢，被媒体问到哦，柯文哲最近杠上了前朝市政府，柯文哲跟郝龙斌之间的战火越烧越旺，胡志强说他相信这个新市长的任何决策，但是他信任郝龙斌是清白的。萧嘉琪放算，萧嘉琪放前台中市长胡志强站在台上替子弟兵萧嘉琪拉票，高喊动算，但这是他进入媒体集团工作前最后一次浮选站台。我以后做媒体人不能再站台了，所以今天是最后一次站台，我心里知道。进入媒体，胡志强说他不站台了，但如果萧嘉琪选上，他可以利用人脉帮萧嘉琪，也算是当他的义务助理。只是柯P旋风席卷全台，还跟前市府团队杠上，台中也有类似状况，像是重大建设台湾塔，新团队说太贵不盖了。我们从来也没有同意他增加经费，也不晓得哪里来那个增加经费之说。胡志强说他从来不晓得经费会从80亿暴增到150亿，不过现在改朝换。所有决策会尊重现任市长，绝对是尊重新任市长的职权，但是我也绝对会认真捍卫市府同仁的清白，做事情都是绝对依法依情依理啊，所以我想我也相信郝龙斌应该是清白的。言谈中胡志强力挺郝龙斌，相信他的清白，只是2月1号胡志强就得到新公司报道，曾经是国民党的政治明星，退下光环转换跑道变成媒体人，超级助选员，短时间很难再听到他喊动算。三立新闻邱瑞阳、许嘉诚台中报道。这个玩笑会不会开过头了呢？台北市一所高职的学生中午吃饭时间瞎起哄，要同学吃厨余，结果呢，在旁边的老师哦，不但没有阻止，还称赞学生要吃完厨余才是真男人哦。影片PO网之后引发了争议，认为这样的老师身教有问题。不过同学校另外一个老师透过电话澄清，这其实呢是开玩笑的，是要宣导爱惜食物的宣传片，外界误会了。只不过呢，如果真的要用吃厨余来表达爱惜食物的想法，还是有很多人没办法接受。
另外来看，屏东有一个国小老师，去年四月，只是因为学生经过走廊，声音比较吵，竟然疑似对五个学生施暴，抓头发之外，还把学生撂倒在地，当场让小学生吓到嚎啕大哭，家长非常生气，告上法院，老师竟然还回呛说：“没有关系，我不怕，反正我已经要退休了。”明天2月1号，这个男老师真的要正式办理退休，他一次可以领到81万元的退休金。如今听到这个消息，也让被打学生的家长觉得很不服气。还不到下课时间，戴眼镜的男学生嘻嘻哈哈经过走廊，马上被老师叫住。他一脸疑惑，还搞不清楚老师是不是就在叫他。怒气冲冲的老师立刻冲出来，双手抓住他的头发，狠狠地用力一甩，男学生被撂倒在地，痛到无法起身。没多久，又有一名学生被老师逮到，老师紧抓着学生头发，猛扯拉进教室教训，学生吓到嚎啕大哭。这样出来，就一个礼拜，可惜啊，空位啊，这是没有上课了。遭指控打人的就是他，出面说明是学生在教室外走动太吵，无法上课才会动手打人。但一小时内对五名学生施暴，家长知道告上法院，老师却反呛，反正他要退休了。靠，讲安尼啦，不然讲吼，讲咱和啊和解啦，甲囡仔手啊手啊绑起来安尼啊，遐也无算物啊。老师辩称当时只是开玩笑，只是这一名老师2月1号就要退休，以他25年资历，一次领回81万。选择月领还有20000多元，虽然因为施暴被教评会记一大过，但因为打人没涉及性侵、贪污、渎职，退休金应该不受影响。这不禁让家长感叹：这么嚣张的老师，还值得国家发给他退休金吗？三立新闻张晃明，屏东报道。昨天上午10点多，一辆小货车行驶在新北市新庄，但是违规的左转，结果竟然是害死了一条人命。因为当时呢，正好有一辆直行而来的机车，骑士为了要闪避货车，重心不稳就当场摔车了。结果呢，导致他连人带车的滑进了货车底下，当场被碾过，没了生命迹象。今天骑士的爸爸到警局做笔录，真的相当的痛心，老泪纵横地说，他不敢相信他的儿子才正值青春年华，正要创业的好时光，竟然呢是因为这辆违规的货车白白的断送生命。看准没人跟他争斗，小货车一个转弯用力踩下油门，但没想到右方一台直行机车突然冲出来，直接往车底钻。放慢画面，当时机车车速飞快，不到10公尺的距离，骑士看到货车，但已经来不及，一个重心不稳，连人带车冲进车底，当场被碾毙。为什么他不按照规矩行下？为什么要断送一个30多岁刚出头要创业的人？你说那个金钱，你不是金钱的问题，是命的问题。儿子命丧轮下，骑士的父亲又气又难过。路口监视器清楚看到，货车被机车撞上时，整台车身左右摇晃，撞得有多用力，骑士也因此成为轮下亡魂。这里是新北市中环路和景德路交叉口，不仅车流量大，车速也很快。小货车驾驶所行驶的路段，其实路口可以清楚看到有一个禁止左转的标志，但他疑似为了抢快违规而酿成这起意外。其实65快速道路这个路口有交通号志禁止左右转，但仍有很多不守规矩的车主便宜行驶违规转弯，就像这次肇事的小货车。两兆东方都是绿灯啊，该路口有禁止左转的标志，你不要犯错，不要断送一个，就不会断送现在一个年轻人的生命。问题是这样，不是你错了还在讲说有没有看到。骑士车速过快，刹车不及，导致自摔。但如果不是小货车违规转弯又没礼让直行车，或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小货车得承担大部分责任。只是这一时贪快的后果是一条人命和一辈子的遗憾。三立新闻陈玉碧、谢维新北市报道。所以说开车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当心哦。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画面，还真的是很惊险。彰化一个陈姓男子，他开着重达6.2吨的大货车，当天他载着爸爸跟妻子外出，到了便利商店，他才一下车，没有想到他的货车突然是往前冲，驾驶赶紧再跳上车，但是踩刹车已经来不及了，眼看他的大货车就要冲进店家，撞上买东西的客人，驾驶只好赶快的把方向盘往左打到底，当场他的车头就偏了90度，连续撞了5辆汽机车，越过马路，最后是撞上电线杆才停下来。
监视器拍下顾客才刚刚走出超商，一旁车辆直冲过来，就在撞到大门之前，车子突然左转弯，一连撞上停在车格的三辆机车，最后越过马路撞上电杆，车才停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刚刚要动不掉，从那个飞机边上去。原来是货车爆冲，刹车又失灵，情急之下诚信驾驶怕撞进超商，只好将方向盘向左打到底，让车子左转九十度越过马路撞上电杆。就上车啊，然后踩着那个刹车啊，但没有效，然后就把它转到那个电线杆，所以才比较没事。事发地点在彰化彰马路上，27号中午左右，诚信男子开家中的货车载着爸爸和妻子出门到超商买东西，谁知道刚刚下车，车子马上爆冲，先撞两辆轿车，之后又撞到三辆机车，还好人都没有受伤。他自己根据这个诚信驾驶人的研判，他是说可能是因为车子比较老旧哦，可能是因为机械故障的关系。为何突然会爆冲？警方还要再调查。只是一共有五辆车受到波及，这修车费恐怕会不少。但原本货车会直冲进超商，好在驾驶反应快，让车辆急转弯，将伤害降到最低。三立新闻许淑伟、许嘉诚彰化报道。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台北市政府的内部公文竟然又外流了，而且还在网络上面疯狂流传。因为大家看到柯文哲他独树一格的批公文方式哦，里面最后一句还写说：“请你们自己搞定，不要惹我生气。”那现在问题是说，大家都很狐疑，为什么公文会外流呢？台北市政府下令要彻查到底是谁泄密，因为呢，这其实已经违反了刑法上的渎职罪，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今天上午柯文哲其实并没有多做回应，他只说了四个字，说到底是怎么搞的。不过这份文件呢，其实回复富邦 BOT 案文创公司的文件，也因此呢，现在整个脉络应该算是蛮清楚的，研判就是由文化局这边流出去的公文，而且也有一些人盖章，大家都清清楚楚的看到，包括文化局跟秘书处这边都有经手，大概是不到10个人。只不过呢，针对这起恐怕涉及到泄密罪的事件呢，文化局方面表示说，目前他们已经交由台北市政府的政风室调查当中。市长，知道公文为什么会外泄了吗？对，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市府内部公文竟然在网络上疯狂转传，台北市长柯文哲淡定不回应，悄悄展开抓鬼行动。问题就在这张柯文哲批示过的公文，写到7万元之差异，写一堆公文，几十亿的问题不处理，处理这种事情自己搞定，不要惹我生气。最上面一行是赴台北文创公司，从左边两个章看得出来，正副秘书长苏立琼、李文英已经经手过。松山文创园区的内容，可能并不如大家期待的哈，会有。等一下不会有火爆的场面。巧的是30号文化局长林崇华才率队跟台北文创公司协商富邦松烟 BOT 案，晚上就流出这一纸公文，内鬼指向文化局，从文化局员工经手股长、科长、局长，再转到秘书处上呈给市长。根据规定，公务员违反保密义务，行政惩戒、民事赔偿责任躲不过，也触犯刑法渎职罪，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文化局也已经由政风室展开调查。公文的流程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哪个局处，然后到府本部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那还是先从这个相关经手的人员去了解，说可能在哪个环节，可能有拍照片的状况。谈判中的 BOT 案公文被昭告天下，柯市府立即查办，要揪出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执法办法，以免后患无穷。三立新闻李正道、李品、SNU 小组台北报道。好，所以这一纸公文到底怎么外流的，现在北市府还在彻查当中。只不过呢，现在大家讨论的焦点还有这一个，那就是呢，公文的内容实在是蛮白话的，包括最后这一句不要惹我生气。很多国文老师表示说，当然白话文写得很好懂啦，但是呢，不要惹我生气这种情绪性的字眼用在公文上还真的蛮少见的。当然另外一点引发讨论的是说，柯文哲他的字迹还真的蛮乱蛮潦草的，包括几十亿的几哦，很多人看成90亿，另外不处理的不，很多人会看成了解的了。那么一些民众看到了这个公文之后呢，也说我们的柯市长他的字迹真的蛮难懂的。90亿的问题，不，那个字是不，不外班。你知道它上面写什么吗？可以帮我念出来吗？看不懂。七，
然后呢？眉头深锁，只念了一个字就跑掉。小朋友不是满头问号，就是念到一半卡住。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跨龙博？原来是这份公文上面还有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印章，短短36个字，柯文哲写的潦草，尤其是这个字，好像了又好像。三，要惹我生气。其实他那个是不。哦，不啊。不仅连大人都看不太懂，小朋友写完都笑了，字好比市长还要工整。柯文哲批公文很有自己的风格，姑且不论字好不好看，公文批的这么白话，老师您说可以吗？整个公文的白话话，其实是很好的，可是要平等，情绪化的文字不要放在公文里。看起来他真的很容易生气，他不是嘴巴讲容易生气，他连在写批公文都是写不要惹我生气。我想一个首长自尊这样子批下去，可能上面批两个字，下面会有地震的感觉。柯文哲嗡嗡嗡上攻，讲求的就是效率，没想到公文外泄，字好不好看也成为话题。三立新闻吴文长、庄妮轩台北报道。好，那么当然呢，这个柯文哲现在大家对他期待非常高，很多人在看说有没有可能他会成为突破两岸僵局的关键人物呢？我们来看为什么大家这样讲，就是因为柯文哲先前接受美国媒体专访，他也抛出了两国一致的新论点。其实先前呢，针对九二共识哦，柯文哲他也很直接了当的说，九二共识是什么内容他并不清楚，不如来一个一五共识好了。再加上呢，柯文哲认为两岸应该是合作大过于统一。他认为要拉近两岸之间的距离最重要，这是他接受国外媒体专访的时候自己也讲的论点。再加上呢，现在又抛出了所谓两国一致的新论点，还有今天柯文哲连续拜会了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以及民进党时代的前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主要呢就是针对两岸关系政策交流在讨论。所以外界也研判，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柯文哲正准备为出访中国大陆，还为自己的两岸路线开创新的格局。今天陈老师有聊什么？是不是来提这个两岸关系的？下午3点多，柯文哲回到母校台大，拜访前陆委会主委，同时也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头号两岸智囊陈明通。难道是要为两岸交流提前暖身吗？两国一致啊，打了习近平一巴掌，你怎么看？接受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专访，柯文哲重申不参加2016总统大选，更进一步表示，当人们在提一国两制的时候，也许我们该讨论的是两国一致，应该先缩短差距，保持自由民主的台湾对中国历史是有利的。如今柯文哲再抛出新论点，恐怕也是要测试对岸底线，突破他目前的一些障碍，那个让两事，比如说过去论坛那个继续往前走，哎，这是重大贡献，这就是对两岸关系这个僵局的重大突破啊！蓝绿跟商界大佬期盼柯文哲开创两岸新局，只是柯文哲曾经喊出中华民国就是他的底线，包括宋楚瑜商总会长王英杰也建言要他扩大两岸城市会谈，国台办却用一纸声明坚持九二共识。对岸不容许他这个讲法，但是因为他已经讲了，他2016不会选总统。所以他怎么讲都没有关系。柯文哲企图要用两国一致，要为两岸关系重新定义，能不能成为打破两岸僵局第一人？柯式旋风即将冲击海峡对岸。三立新闻李正道立皮台北报道。再把新闻焦点转到民进党，我们来看到在今年民进党的总统初选提名时程比过去提早了一个月。当然呢，针对2016年的总统大选呢，外界在看说除了蔡英文之外，党内他会不会有其他的对手，所以现在呢他们的初选时间提早了。蔡英文被外界质疑说是不是他为自己量身打造，要排除掉其他的竞争者呢？不过我们来看到前总统府资政辜宽敏辜老他语出惊人，表示说他认为哦，这次赖清德台南市长一定会出来领表登记参选总统。那么今天呢，蔡英文面对媒体的询问说，如果真的赖清德出来选的话，你会不会压力有点大？蔡英文面无表情的说，他没有要评论这件事情，而且呢还笑笑的告诉旁人说，这不是这个礼拜应该要讨论的问题，应该要等到立委补选完之后再来说吧。导致我们来看到台南市长赖清德他话中有话，他说感谢辜老对他的抬举，不过呢他不领表的态度不会改变。但是呢最后赖清德他说了一句，他说民主贵在多元，唯有如此党才会进步。请问会长这样，这个事情等会再说。
立刻转头离开。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虽然说选后再说，不过总统提名初选紧接着就要展开。前总统府资政辜宽敏语出惊人，表示他保证赖清德一定会出来。蔡英文面对记者询问，表情超淡定，勉强挤出微笑。这件事情哦，我们也不多做评论了。你要问我说是不是支持小英主席选总统吗？对对对对对，支持当然是同。这个不是这个礼拜的话题。笑笑间接下达封口令，一整天下来，不管记者怎么问，答案都一样。毕竟初选时辰提早，怕被说球员兼裁判；晚了又怕夜长梦多。台南市长赖清德挟着高人气，难保不会在2016初选成为竞争对手。日前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这个态度没有改变，强调不会领表。不过党主席蔡英文被质疑为自己量身打造布局同额竞选，赖清德话讲得酸，民主贵在多元。民主贵在多元啊，如果有良性的竞争不但有助于党的进步，其实也能够帮助党的团结。难道现在同额竞选破坏了党的团结？蔡英文和赖清德都没说，就怕已经暗自埋下了两人心结。三立新闻综合报道。好，但是另外我们来看看，也是绿营的天王之一高雄市长陈菊，他最近呢挂病号生病了。市府今天也正式证实，陈菊目前在住院疗养，住在高雄医院这边。那么市府透露，陈菊先前呢就有重感冒，因为28号又北上到台北帮忙义卖小林村的田柜，不慎感染了风寒，整个病情就加重，变得严重许多，还引发了支气管炎，所以呢在29号昨天已经住院治疗，一度并发了支气管炎。所以我们来看到啊，包括在这个28号的高雄灯会，还有本来要跟小英出席研讨会的活动都只好取消，预估要全部住院5天才可以出院。不过呢在今天，陈菊已经在脸书上面向大家报平安，短短一个多小时有将近30000人留言帮市长加油。高雄市长陈菊一脸疲态，招牌卷卷法也没卸抖，右手还打着点滴，虚弱的市长花妈好忙，还在病房内滑平板看自己的脸书。原来他得了流感，咳嗽咳不停，并发支气管炎，住院疗养。高雄市感谢台北市的支持，谢谢柯市长。7月28号，市长陈菊到台北帮忙义卖小林村的底柜，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应邀一起出席记者会。当时候陈菊看起来脸色苍白，说话边讲边咳嗽。我说那个关于是，原来当时陈菊就已经重感冒，勉强撑完整场活动，下午还抱病参加民进党中常会，原定高雄灯会记者会忙不过来，改由副市长代打。28号回到高雄，隔天因为病情严重，取消要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出席的海洋产业研讨会，还有国际狮子会的拜会活动。傍晚病情加重，决定住院，到星期六已经是第三天。因为可能上台北，可能天气也比较冷，然后又加之这个舟车劳顿，所以他原本有一些感冒的状况就变得稍微严重了一点。因为过度操劳，加上到台北受风寒，市长陈菊咳嗽、喉咙痛、讲话很吃力，也有轻微的流鼻水和发烧症状，一度并发支气管炎。就怕爱护花妈的市民担心，陈菊还特地上脸书po文，表示状况改善很多，但是医师建议要多待几天，等待流感痊愈后再出院。谢谢大家关心，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才上传一个多小时，就有民众留言要市长加油，近30000民众来按赞。目前市长陈菊病情稳定，预计下星期就能出院，继续为市政打拼。三立新闻邱尚阳、黄家平 SNG 小组高雄报道。好，我们再来看到国民党内部最近是不是也是暗潮汹涌呢？在朱立伦上任国民党主席之后，他的改革可以说是大刀阔斧，不仅是重整智库之外，也赶走了党内一大批过去的党籍干部，引发基层不满。但现在传出说，可能他也会把手伸进立法院做人事的调度安排，传出会找来新北永和帮林德福来接任党团书记长。那么外界解读说呢，林德福可能就会名列下一届的部分区立委，至于区立委的空缺将会由立法院的副院长洪秀柱来选，所以洪秀柱呢还有机会可以角逐立法院长。因为王金平已经连任3届立法院长了，下一步会不会王金平不当立法院长来挑战2016的总统大位呢？似乎也是朱立伦下一步可能会面对到的问题。一边朱立伦挺徐世荣，另一边林佳龙陪着吴怡珍，蓝绿车队在苗栗尴尬狭路相逢。高嘉瑜，
马不停蹄拼补选，朱立伦再南下陪萧家琪扫街，党内改革也大刀阔斧，不仅马归朱不随，清除党籍干部大佬势力，就连立院也将出现朱家班，点名新北永和帮林德福接下小党鞭书记长，甚至传出改列不分区立委名单。党的机制，你像陈如，我们那个执行长赖志宝他都要选了，所以说他认为过去的惯例一般都用这个不分区，那现在就是以区域来跟民意贴近。立院人士安排，一旦林德福接下书记长，按国民党过去惯例，将列明下届不分区名单，等于替不分区两届期满的洪秀柱解套，由他参选永和区域立委，还有机会角逐立法院长。因为王金平已经连任三届不分区，除非朱立伦再修议长条款，或是王金平转战区域立委，不然一旦卸下立院龙头宝座，王金平下个舞台可能是2016朱王或是王朱佩。现在我们现在赶快，我从来没有听说这样的事情啊。那么我想这个朱主席，包括像用赖世宝也好，用这个林德福做这个首席副书记长也好，他是经过一番考量的啊。马政府毛内阁相对弱势，国民党将把重心放在立法院最后一会期，国会成了2016大选前主战场，朱立伦不得不提前布局。三立新闻蔡文渊、许福杰、黄家伟台北苗栗采访报道。好，直播我们要来看到，在立法院里的立法委员们似乎投资也都蛮厉害的。谁是立法院的帝王呢？答案揭晓，最新财产申报是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他的名下土地哦真的是非常的多，在今年呢已经多达有200笔的土地，相较于上一回申报，短短才一年的时间呢，又买进了57笔。那么张庆忠说，我其实呢这57笔地他都是小块小块买，总共买了70-80坪，花了2000万台币，那么分别呢是分布在中和啦、淡水、八里这边，还有在三峡这一带。原来哦，这些地都是张庆忠跟朋友买的，算是囤地投资。他买地买出心得，专门喜欢买这种十分地，小小一块，一坪不到，概念就类似股票的零股，价钱比整块买来便宜。但是呢，未来土地变更，他还是可以享有优先权，可以说是张庆忠的另类投资术，蝉联立院的帝王宝座。那这个鞋跟都坏掉了，我还是在穿啊。鞋跟坏了都在穿，强调省得不得了。国民党立委张庆忠可是立院大富豪，最新财产申报多达16页，光是名下土地就有200笔，相较上回申报，一年内暴增57笔。由他继承祖先的这个遗产，他认为都1坪2坪啊，他放在身边没有用。所以他就问说要不要买，我说好不好。57笔土地通通掏钱买，中和圆通路口就有一块。搭棚种菜，附近杂草丛生，看来不起眼。但张庆忠说，一旦都市重化，潜力无限。57笔地以三峡数量最多，其次是淡水八里渡船头以及中和国道段，加一加大约70-80坪，不到2000万买到手。因为大部分都是十分地。那你十分的将来依照土地法要处理的时候啊，更有人优先权啊。慢慢说，越说，把那个里头储越来越多啊，才有机会主导这块地。我们就是啊，小本经理，勤俭持家。立院帝王自称勤俭持家，不止买地。你讲迄条旅馆，迄旅馆是安怎？讲到你面较轻松吗？还被称为中和摩铁王，身价超过12亿，投资理财一把照，经营副业似乎比本业更内行。三立新闻赖新群、范新宇台北采报道。这是昨天台北市长柯文哲接受政论节目的专访，他自己形容这一阵子跟财团交手，他用的是赛局理论，他比喻就像是打棒球一样，不到最后一局是分不出胜负的，最后是谁赢谁输还很难说。甚至呢，柯文哲直接点名了，说包括了富邦松烟，另外呢还有鸿海这边的三创园区，目前在他来看呢，这些 BOT 案都已经清理掉，没有什么问题了，只剩下日盛政商比较棘手。甚至讲到最后呢，柯文哲还讽刺的分析，现在的政商关系就像拿刀叉吃人肉。
你有善意，我们就善意。按你要狡猾，那就看着办了。看是狐狸厉害还是狮子厉害。上任一个多月，柯文哲用力掀开台北市五大 BOT 案争议。常自称狮子的柯文哲拿狐狸来比喻最先杠上的远雄，再搬出打棒球赛局理论。这个赛局理论嘛，不急嘛。不急嘛，打棒球要打到第九局，打还有再见全垒打，不然我一个月打到这个地了。你已经觉得不错了。我这个，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换新脑袋，在两个月就通通大概就可以解决掉了。和财团交手过程变成棒球比赛，掌握大老板们的性格，柯文哲一一击破。郭台铭还是枭雄嘛，豪气，然后你只要大家可以，那都这个对他来讲是小生意嘛，所以好办。蔡明忠兄弟，他有私下打电话给你求饶吗？没有啦，就透过别人啦。那蔡明忠兄弟还是读书人嘛，脸皮比较薄嘛。远雄大巨蛋案开始谈判，富邦松烟三创园区争议也有进度。在柯文哲眼里，日甚深最难缠。为什么台北市捷运局的工程都要包给他，那个联合开发都包给他，这才是问题嘛。美和市场只是冰山之下让你看到，后面那个下面那个冰山才大嘞。所以现在政商关系有时候看一下就说。用刀叉在吃人肉，现在都是很高雅的。不把财团当朋友，选上台北市长的柯文哲拿大刀开辟战场，重整交错复杂的政商关系，没在怕。三立新闻助理洪玉文台北综合报道。其实我们说到柯文哲，在他上任之后，一一检视台北市各大 BOT 案，但是呢，多次的发言似乎也惹毛了前任市长郝龙斌。所以最近我们看到郝龙斌在镜头前面呢，也发怒发火了，不再对柯文哲客气，甚至是直接说柯文哲一再的放出部分片面的资讯来混淆市民的视听。不过呢，我们来看看柯文哲他是如何回应，他回应的一派轻松，接受媒体专访还反酸郝龙斌，说人家又没有在针对，又没有在骂你。你在紧张什么呢？呛郝龙斌根本是心虚，前后任市长的战火越烧越旺。三号，市场拜票，前台北市长郝龙斌替党内立委辅选，听到柯批就变脸。希望柯市长不要践踏前人，来凸显他对市政的不了解。人家没有骂你，你在紧张什么？所以这有时候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是吧？好像人家每一个动作都要清算他，拜托谁在管你那个？这有时候叫什么？英文叫 irritable。烙英文反酸郝龙斌太心虚，为了北市五大 BOT， 两任市长隔空开呛。有些都好像都已经讲好了，所以要去做的人真的压力很大。那就等于破坏人家的政商结构了。一再的用片面的资讯啊，来误导视听。你想想看哦，那次没有去林口再骂一遍，你看26亿不见了。我们的重大开发案都已经经过检调，还有监察院的查啊，所以我绝对有信心，我们能够经得起考验。人生最大问题不是美和市案吗？为什么台北市捷运局的工程都要包给他？套句柯市长的话，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法、任何的缺失，就去移检掉。一个要收起温良恭俭让，一个照样有话直讲。好柯战火越烧越旺。这市政就是一棒接一棒啊！我是真的以善后的态度在做这件事情。OK。三立新闻赖新俊、范新瑜台北采报道。知名的鸡排店豪大鸡排又要涨价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十年来从40块钱，现在已经涨到了一片鸡排要70块钱台币。那么豪大鸡排他们的原因是说，因为禽流感疫情的影响，所以目前呢一块鸡排要卖到70元。只不过呢，很多的台湾民众吃不消，认为说70块钱都可以买一个便当了，而且现在原物料是降价的，所以觉得涨价涨得不合理。只不过今天来到豪大的摊子前面，看到还是一堆人排队。原来都是观光客，因为豪大鸡排在国外蛮有名的，平均一块还卖要到100块钱台币，所以即便呢现在在台湾卖70块钱，陆客还是照样买单。油锅里炸的金黄，号称大 size 的豪大鸡排，确定要涨到70元，夜市美食不再亲民价，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因为它很薄啊，它不是就是把一般鸡排打得很扁吗？鸡排便当都不用70吧？再涨10块钱，我就会选择常常来吃了。对啊，我觉得60块已经
已经是一个极限了啦。民众大喊吃不消，公平会介入协商，找来国内市占率两成的供应商补丰和大成长城鸡胸肉、骨腿肉每公斤降5元，降幅至少6%，但豪大鸡排还是坚持涨定。各方面的成本都增加了，不单一是一个鸡肉的关系。除非鸡肉价能控制每公斤80元以下，才不排除降价5元。但10年前一块鸡排50元有找，接着几乎每隔2年涨5元，去年来到60元，今年一口气就涨10元。再贵摊子前排队人潮不减，可注意看，多半都是观光客，因为一开口。好吃的东西 OK 啦，不会讲太贵的。可能对台湾人来说会贵啦，可是对我还好吧。这位新加坡游客不怕贵，比较当地物价，豪大鸡排卖90到100元，台湾还便宜30元。当然要光顾，可业者调涨价格赚光光财，却让台湾人越来越吃不起这台湾味。三立新闻吴文成、尤凯如台北采访报道。好，找不到自己的停车位就要去挪人家的机车吗？这样会太恶劣了。高雄一名男子他骑车回家，发现没地方可以停，竟然就偷去移动停在巷子里面其他人的机车。他先把原本停好的机车移到路旁边，后来怕被发现呢，又把别人的车子移到草丛堆里面。车主发现之后真的是气炸了，只好架设监视器来搜证。男子骑着机车回到家附近准备停车，发现没车位，竟然动起歪脑筋。看到一旁停满机车，先假装瞧车子，再趁四下无人将其中一辆机车牵到路旁，好让自己的机车可以顺利停好。啊，本来那个没事的啦，人把人的车已经停里啊，停到好势噶。啊，你都无位，你都搁另外去找就好啊。男子没车位还偷移别人车子，觉得太方便，食髓知味，连3天都像这样偷挪车。夸张的是，他担心被发现，还把被移动的机车牵到一旁的草丛堆里。吃不到的，无理啊！这样呢啊，是去让看到，让要检举。男子夸张行径，连一般民众看到都喊缺德。被移动车子的车主也气炸，架设监视器收证，再向警察告发。只是这个车位不是公有停车格，就算移车也不会被拖掉，没有违法问题。警方虽然找到恶劣的男子，也只能道德劝说。三立新闻黄大伟、戴娟高雄报道。一名26岁林姓男子，他因为缺钱买毒品，又发现台北市的幼儿园围墙都比较低矮，而且多半没有保全系统，竟然呢是利用深夜的时候翻墙潜入幼儿园，搜刮现金、笔电等等的一些财物。而且呢，他专门就是锁定幼儿园来犯案。短短2个多月来，将近有20间的幼儿园受害。不过他得手的15万，通通被他拿去买毒。男子鬼鬼祟祟清晨5点在巷弄里走来走去，突然身手矫健的学起蜘蛛人，一溜烟就爬上墙。进门第一件事，直接来到办公室，拿着手电筒东找西找，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突然亮起来，然后就定住。偷到一半，警报系统亮了，嫌犯一开始还愣了一下，下一秒竟然加快手脚，拉开抽屉，把小朋友的学费统统偷走，离开时还满足的点一点现金收进皮夹。所以他在作案之前啊，都会窃取车牌啊，然后再挂在自己的那个摩托车上啊，沿路寻找作案的目标，然后趁深夜啊，四下无人之际啊，攀越这个幼儿园的门墙啊，进入这个办公处所，所得大概数10万元啊，都因为这个吸用毒品啊，花用殆尽。原来26岁的李姓嫌犯，年纪轻轻没工作，却染上毒瘾，才会四处行窃。看准幼儿园围墙矮，保全系统松散，才会专挑幼儿园犯案。偷的东西都是以笔电等3C产品为主，而遭到的幼儿园，大台北地区就有20间。自己以为每回犯案都包紧紧，没人发现，却没想到最后还是栽在监视器上，狼狈落网。三立新闻戴伟成台北报道。好，接下来我们带您来看到这样的一个监视器画面，还真的是蛮诡异的。这里有一个妇女突然摔倒之后，她觉得后面有人在推她，调出监视器画面一看，赫然发现自己的摔倒动作非常诡异，仿佛是背后有一只隐形的手狠狠推了她一把，让人看了毛骨悚然。女子走向柜台，讲没几句话，突然直挺挺往后倒，重重摔在地上。再看一次这原地滑倒的超诡异动作，仿佛被看不见的手推了一把。Yo saludo al conserje y me voy a girar, me voy a dar la media vuelta y fue así un empujón
毛骨悚然的一幕发生在南美洲国家智利，女子原本以为有人故意推她，但看了监视器画面才确认当时周围根本没人，怀疑是阿飘搞的鬼。Y todo el piso estaba seco.Todavía no lo entiendo por qué me caí, porque no tuve ningún reflejo de colocar ni manos, ni codos, ni nada. 好端端站着也摔倒，离奇画面曝光后，在当地引发热烈讨论。事后女子在医院躺了三天，原本不信鬼神的她被吓到不敢出门。诡异的还有这一段，青年旅社房客洗完手走回房间，后方突然出现一团黑影，快速飞过来，狠狠推了她一把，女孩往前踉跄了一步，差点摔倒。这些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实在令人头皮发麻。三立新闻 Facebook。新北市新店的社区有居民出面控诉哦，他们30年前建商打出免费使用公社、游泳池还有游戏区，没想到呢，在去年建商竟然是私自把公社给转手卖给其他的建商了，游泳池一系被拆光，让这里的住户都没办法再用，而未来这块地会盖成另外一栋地上7层楼的小豪宅，获利超过10亿元，居民们一毛拿不到，钱都被建商给赚走了，而当初的合约并没有详细的记录下来游泳池是公社，也让居民痛批建商早就预谋好要钻漏洞，目前总计有800人受害。独家来看，还我公社，抗议建商，还我公社，拉起白布条抗议，居民既愤怒又无奈，眼前的公社游泳池变成断垣残壁，只剩下一堆废土石。30年前建商打出社区附有公社游泳池以及游戏区，没想到建商把公社卖掉要盖新大楼牟利，没有开公听会，没有做什么遴损，就把我们就拆，这游泳池都拆光了，拆光了以后造成所有的路基也损毁，然后房子也裂了，那我们要找谁？竟然一个政府不是为百姓，是为了建商，为了财团，那我们算什么？过了20几年，他告这个说卖掉了，游泳池拆掉了，这是他们的，我们真的是受骗。原本宽敞的娱乐中心里头有两个长50公尺的游泳池，一系被拆光。从制高点来看，占地不小，建地大约是775坪。原建商卖掉公社，打算建成地上7楼小豪宅，总共盖90户，一户30坪，获利超过8亿元。不止游泳池，就连前方的大楼，建商卖出9000万。你说他盖了7层的大楼，90户，那一户呢？如果说有30万，那将近都是数10亿以上的获利。合约没有讲。可是我当时跟他买的时候，这个以后会交给你们去管理。向建商求证，但假日无人接听。当初合约没有将公社列为居民财产，民众受骗求助无门。三立新闻林祥泽、潘兆文台北采访报道。回到现场，我们来看，只是修个电脑，想要插队不成，这名男子呢，竟然就开着修旅车冲撞店家。昨天上午在新竹市的竹联街上，这个男子开车两度要冲撞店面，但是呢，当时在店里面还有一个妇人跟小孩，吓得惊慌失措。错，幸好修旅车被店门口的机车挡住，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只不过呢，这名男子下车之后还不断在咒骂三字经，甚至是动手去推店员，吓得店员赶紧报警。在讲电话的时候没有？白色修理车突然撞上店门口的机车，一开始大家以为只是驾驶不小心转头继续聊天，但一分钟后这台车又出现了，先是在前方稍微停了一下，接着突然加速。店员满头雾水，里面的小孩和妇人也吓得不知所措。这时驾驶一边骂着三字经，一边走下车。完发泄完，索性上车离开。只是看看他，又是动手推人，又是出言恐吓，到底为了什么事情这么生气？时间回到10分钟前。年轻女子上门想要修理平板电脑，嗲声嗲气，不管怎么撸就是不能插队。离开后和男朋友抱怨，男朋友疑似为了出头才会开车冲撞店家。很离谱，因为先来后到，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快速维修，但是因为有时候件真的太多，我不可能一直让人家插队啊，
对于驾驶的夸张行径，店家已经报案，只是因为想插队查不成，用出这种激烈手段，若是撞坏店撞伤人，要赔的可能比修理平板的钱多上几倍以上，根本得不偿失。三立新闻张浩义新竹报道。距离接下来的立委补选投票进入最后倒数计时的阶段，为了替苗栗县立委补选候选人吴怡珍催票，台中市长林佳龙今天特地前往苗栗，一起跟着车队扫街，强力帮吴怡珍补选。台中市长林佳龙现身苗栗街头，全是为了替同党籍的吴怡珍扫街拜票。改变台湾是要比国比开始，改错国比是要新的力量。这个月七号不但是立委补选投票日，更是能让苗栗在新时代挑战中再度脱颖而出的机会。有鉴于去年九合一选举让台中从蓝天变绿地的革新，特别请来林佳龙助阵。台北、台中、新竹到桃园，那全面的这个燃起了这样的一个改变的民意。那现在就只差苗栗。同样身为苗栗人的吴怡珍，看到林佳龙深耕台中多年，因此决定回到故乡服务，和基层民众站一起，请听他们的诉求。2014年哦，苗栗县其实没有跟上这一波整个改变的列车。那我们真的真心期待佳龙今天的来，能够再度的唤醒，再度的燃起我们苗栗人一个希望。看着冉冉升空的彩色气球，仿佛希望跟着起飞，期盼能在一个礼拜后让苗栗翻转。三立新闻综合报道。好，但是说到立委补选选战的气氛也可以很不一样。我们来看到，在台中市就举办了一场艺文借挺黄国书的活动，像是台中市的文化局长，另外包括了书法家萧世琼，近上百位艺术家都现身会场来支持黄国书，希望可以把他送进立院。而选择的活动场地也别具意义，这里是台中刑务所的演武场，当初呢就是黄国书争取预算才保留下来的。两侧吹管，鼻口吹气，直到充满空气为止。台中刑务所演武场变成艺文人士办活动的场地，这日式历史建筑当初如果不是担任议员的黄国书争取预算保留，早已经被铲平。而且我敢老卵，胡志强市长跟我讲，你老卵要创啥？我讲一定有用的。黄国书协助推动不少文化艺文活动，这回参加立委补选，近百位包括书法、雕塑、表演艺术等艺文人士齐聚一堂，成立后援会支持黄国书，象征我们未来的希望，成长茁壮。包括台中市文化局长，也是知名作家陆涵秀，以及书法家萧世琼、前立委李明宪都现身站台，一块种下希望的风信子。我们文化的改变很大很大啊，可是我们文化的声音在国会是这么的小，所以我们希望啊，可以有代表文化界的声音去到国会里头。为了台中的文化界，他可以跟蓝营的人和谐相处，好言相向，不是为了妥协，而是为了达到文化的目的。钟俊雄等国宝级大师希望把黄国书送进立院，把中部艺文带到全国，透过黄国书的力量，让艺文界整体环境能被重视。三新闻陈振栋台中报道。好，另外来看，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一个多月，但现在呢也要针对选前来算总账了。有关于选举的总经费竟然比原本预估的多了6000多万，总结高达1亿4000万。那么这个数字呢，让柯文哲自己听到他说吓到心脏都快停了。不过我们来看看呢，其中有许多的活动是不是有福报钱或是乱花钱的一个可能性呢？其实现在柯文哲也要持续来追究啊，包括在选前举办的健走活动，那本来是要包给纪政来做的，但后来呢是交由董姓幕僚这位活动部的副主任来处理，不过如今他已经被革职了。我当时呢，这位董姓幕僚是外包给杨慧如的公关公司来做，没有想到呢，杨慧如又继续的外包给体育技术协会的负责人赵世强来做，层层外包的结果就是比原本预估的经费多花了上百万元台币，这似乎也是柯文哲现在最不能接受的一点。最后十几天嘛，20天应该还有做广告的空间，结果没想到这一个广告的空间啊，就超过了居然几千万。
那柯比水就感叹说，难怪选举非常花钱。选举好花钱，政治素人柯文哲第一次参选花了1亿4000多万，比原本预期的8000万超支6000多万。其中柯文哲最生气的一笔费用就是1122万人健走活动。柯批有发脾气，针对有一些的问题是事实，是因为他不喜欢一个工程层层发包。本来我们以为是纪政委在办嘛，那纪政没有，结果是包到有一位议员的身上，然后又议员候选人嘛，赵世强先生了，你刚刚讲的。承办的是曾参加民进党议员初选的赵世强，另外还有协办单位和纪念品承包厂商。之前卡神杨慧如被影射是政治蟑螂，难道另有其人？可是等到选后，今天报来一笔经费100多万，结果发觉是一个根本不是科办的人，然后居然跟活动有关，事前也不告诉我们跟他有关，我们就发觉是层层外包嘛。柯文哲知道是您来这个承接的吗？有一个董先生跟杨慧武他们来找我说，他们想办这个活动，那是不是用我的协会来做第一次记者会？事实上我并没有参加。时间回到11月22号的健走活动，赵世强表示活动成功有目共睹，科办也宣称没有什么政治蟑螂，最后100多万超支柯文哲也没买单。不过选举前后11月、12月份还是花了8000多万，钱花到哪里去了？你有多久没听你的孩子说话？唯一一支竞选广告听孩子的话就花了1000多万，如果加上2561万的竞选补助款收入，只剩1000万可以捐，也让柯文哲感叹听了心脏快停掉。三立新闻综合报道。好，其实现在呢，台北市长柯文哲跟台南市长赖清德两位被誉为是政坛医生的世代。那么柯文哲公开已经表示说他不会在2016选总统，而赖清德呢则是被辜宽敏劝进，视为民进党内新崛起的太阳。其实赖清德在当选的时候就表示希望有机会跟柯文哲来个南北合作，因为他们都知道不能忽视公民的力量。洪仲丘案勇于表态，柯文哲以台大医师身份站上舞台，这一战让公民力量把柯文哲送进台北市政府，刮起政坛白色旋风。看到北怪医就算到台南依旧拥有高人气，同属医师世代，台南市长赖清德搭上白色力量顺风车，连和柯文哲不公开见面行程也用脸书 po 照片曝光，有意修正路线向公民靠拢。无疑的是，可以说是台湾政坛，或者是很多台南市民，甚至包括台湾的人民都很期待的一个政治人物，以更开放、更参与的方式，那向人民很实际的展现，他是一个有能力去面对挑战，他是一个有能力为人民解决问题的政治人物。想象法柯文哲崛起过程累积政坛影响力，赖清德在民进党内未必能一举突破难关，尤其是挑战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角逐2016。就赖清德来讲，他其实蛮尴尬的啊，就是如果他去担任副手，要等的是一样是8年，对他8年后要争取代表民调参选。好像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战略位置啊。赖清德被独派大佬劝进选2016，却有民进党立委脸书 po 文，在民进党发展的过程中，最不缺的就是以指导者自居的 king maker， 能不能放眼2020成为绿营新共主？赖神想挑战大卫的门票，就在结合公民崛起赖清德路线。三立新闻主播洪玉文台北采访报道。那新闻现场来看，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一整天没有公开行程，反而呢在早上的时候来到觉修宫拜拜还愿，那么还跟庙方一起来发红包哦，看得出来双方默契非常好。其实早在去年呢，还是医生身份的柯文哲，当时决定要参选的时候，曾经两度来到觉修宫拜拜，如今改变成真，所以柯文哲找时间再回来一趟。吴玉景出现在大同区的觉修宫，一整天没公开行程的台北市长柯文哲现身还愿，还跟着庙方提早发红包。来，叫白队，叫白队。边发红包边维持现场顺序，柯文哲和庙方的默契超好。因为早在去年还是医师的柯文哲决定参选台北市长，曾两度参拜，庙方也不避讳在选举期间公开支持。台北市改变成真，柯市长找空档再走一趟。今天是算这个，放这个自由地啦，哈，可以
台湾喜欢地理的时候，早就靠美股买过来，心存善念，尽力而为。那你看这些干哦，给人家的越多哦，你信哦，上天给我们回馈的越多。市府颁发的感谢状就放在庙宇醒目位置。医师出身的柯文哲每回来到觉修宫，话题总是离不开救护车。上面写的“救苦救难”四个字，这个柯市长对特别对这四个字有兴趣，有他特别的关心，所以我就讲说，他这四年这个在台北市当市长的时候，我今天有特别讲，我们每年还是会捐赠一部救护车。仔细看公布栏的照片，曾来参拜的政治人物还不少，包括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而捐赠名单上也列出总统马英九。地方信仰中心不分蓝绿，连白色力量也得进神明三分。三立新闻主播洪玉文台北采访报道。好康的消息要告诉大家，从明天开始，只要在国道四个服务区捐出家里面三本旧书，就可以免费来喝一杯美式咖啡。那么甚至呢，如果一次捐五本的话哦，还可以换到热拿铁一杯。工作人员特别打扮成《冰雪奇缘》里面的艾莎公主，以短剧的方式让大家更能了解飘书计划。为了鼓励用路人多多响应，捐书就会送上热腾腾的咖啡。只要捐三本旧书，就免费送中杯热美式咖啡一杯；要是捐五本，就送热拿铁。只要来到各个服务区的服务台，交给服务台人员，那你也可以我们服务台的人就把贴纸跟需要怎么样飘书的一个过程跟民众做解释。二月份春节书运期间，不少人都会利用高速公路南来北往，就可以顺手带上几本旧书，在关西、西湖、清水、南投四个服务区捐给飘书分享站。春节大家北往南访的这个机会呢，让这个家中的爱书呢，透过这个旅行的时候呢，把它放在你的行李箱里头，到各地来飘书。公务局表示，飘书计划让休息站变成了书籍交流平台，不仅多了书香气息，也让二手书继续在国道上漂流，充实更多人的心灵。三新闻张浩毅新竹报道。有极限运动家想要挑战徒手攀爬被严冬冰封的尼加拉瀑布，新闻最后我们带您一起来看。也感谢您今晚的收看，我们再会。